中九月十五介绍我，然后底下说可能就是那个话痨吧。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们说肯定就是那个是云霄的生日。云霄的粉丝啊，能够今天专程为云霄过生日来观看演出的，特别感谢你们，本的更好，但是没关系，我全本也会演。很多观众是因为在楼上的新龙门客栈喜欢上了越剧，入了坑，然后走到了我们的传统的剧场里，我们的全本的传统剧目来观看的。我们的粉丝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受众也越来越多，我们这小伙伴说，哎呀，毛老师最激动，其实他后台已经姐妹们已经给他加唱，就是姐妹们已经给他在后台已经啊咖啡呀、啊、三十而立啊、哦、我相信一定啊，我们张艺兴再打我一下，不能透露年龄啊，没关系，我觉得永远十八啊，好，不用说什么，谢谢毛老师，谢谢小板花所有的家人们，我很幸运就是能够在这个大家庭我很幸运能够在小板花这个大家庭，然后做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很幸运能够在今天我的生日和在场的所有每一位来看我们梁祝收官演出的观众共度今天我这个难忘的日子，谢谢大家。还有一个交给我这个手机的，尽管平时我们是不希望你们拿出手机来的，但是现在这一刻我们是希望你们拿出手机来，把灯打开，祝蝴蝶剧场等一新版梁祝蝴蝶剧场等着你。好，我们转过来，也谢谢大家，哇，灯光的海洋太漂亮了。请你们关注我蝴蝶剧场公号，这张照片找找自己在哪里，谢谢你们，再见啊，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剧场把所有的你们想看的戏一定